3月18日，由两大知名品牌携手打造的咪咕善跑强音酷跑节第三季在广州隆重拉开帷幕。活动当晚，人气偶像韩庚、电音女王尚雯婕、情歌天后金莎等艺人纷纷现身助阵，为粉丝们打造一场致敬青春的超级演唱会。除了有一众艺人的精彩演出之外，我们两位酷跑队队长韩庚、尚雯婕更挑选了幸运粉丝上台互动，瞬间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如此互粉的梦云，我们又怎么能不爱呢？哇，羡慕吗？要吗？我也知道你想要啊。好的，谢谢庚哥。